艺术是无法从人的情感、人的判断中抽离出来的。那么，无论是在我们认为再抽象的艺术，包括对远古的这种作品啊，包括艺术品，它都跟当事人对世界的理解和对这个对人在宇宙中的这种关系以及是完全不可分割的。越强大的艺术，它的道德和伦理这种体现是越具有这种它的更强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说这种是没有任何矛盾的。我认为凡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矛盾的呢，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他们把太多的问题担在他们自己的肩上。